哎，第一季尾声，我们有始有终，请星光冠军赖明伟唱榜。第五名新 iPhone SE 缩回了四寸，姐姐妹妹站出来啊！我说 iPhone 越来越没诚意、没设计，把消费者当飞机，反正都会大卖。这次推出新机果分点过来，贾博士但愿你还健在。第四名，台湾之光王建民站上大联盟热身赛的投手球发威啦，全民都喊我相信。1 2 3 4，我相信我能做到，碰到手断掉，我相信我能回到大联盟，从来没有放弃，每一天更努力，每一球都用尽全力。三振出局。第一句呢是吴奇隆、刘诗诗穿越17岁差距成婚之大臣小爱。钻戒都给你，房产都给你，以前的事情你绝口别再提，长袖都给你，足球都给你，我们不要辜负歌迷，快一点合体。亚军 Oh my god， 周子瑜回台湾考试的，坐在他旁边会很分心，是怎样的心情啦？周子瑜不两不三不四不去考试，说实在这件事情到底干我什么事，签个名在那书桌上面，放到网路去卖，如果卖10万能不能成交。和冠军是一个头两个大的台北市长柯文哲的新曲情非得已。委屈，哎呦，这个每天都要委屈，习惯了。可是长每天都在帮他，到底可靠不可靠，那些大巨蛋还有财团让你煎熬，你每天走路上班实在有调，风雨无阻也要到，可是可凭我的假期放都放了，难道要不回去？哇，这种天气放台风假真对不起国家民族。老板说上次台风来所以这个礼拜六没有假期，如果你不来就滚出去，东西收好回家吃自己。隔壁你讲话最好要小心，每次没想好就说出去，不要让我说出那一句，我最后悔上次偷可瓶，不要让人笑我讨卡牌气。阿里万坦只能在 KTV K 歌吗？你感觉自己很酷手却哭不出来吗？苹果要你啦，改编歌词，争辩时事，吐槽政治，娱乐讽刺。 Come on， 既然你的创意短片一经采用，每则2000，现在就加入我们一起唱新闻。